谢金燕私下总是戴口罩，皆心酸原因。我相信有些疯癫，素颜都无法内敛，戴口罩也变成了时尚封面。最近都走在时尚尖端的姐姐谢金燕，无论是赶通告还是彩排，总是戴着口罩不离身。她24日在 IG 透露，戴口罩除了卫生原因，其实是想遮住脸上的疤。她1991年发生重大车祸，造成骨盆破裂，两度烧伤，从此在她的脸上留下不可抹去的疤痕。新歌吗？大家喜欢。她透露妈妈看到她这样还是会偷偷难过，但是她要阿布放心，我要用勇气来给更多人鼓励，没有脆弱的权利。姐姐我绝对有把口罩带出潮到爆炸的能量。娱乐动新闻，姐姐加油，报道。